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州，有一个小男孩到屋的后面湖里去游泳，水很凉爽，小男孩不知不觉呢游啊游啊就游到河当中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只鳄鱼正朝小男孩游过来，小男孩的父亲呢正在后院里干活，无意间呢看见小男孩跟那个鳄鱼越来越接近了。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像疯了一样，边跑边向他孩子叫，儿子啊，有鳄鱼来了。小男孩听到父亲的声音，立刻掉头向回游，但是还是晚了一点。当父亲抓住小男孩的双手的时候，那个鳄鱼也咬住了小男孩的腿。一场撕心裂肺的争夺战，父亲和鳄鱼之间展开了。当然鳄鱼比父亲的力气要大，但是这个时候父亲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死死地抓住小男孩的手，就是不肯放。在危急关头，一个农民经过，拿出猎枪瞄准鳄鱼的头，砰，开了一枪。当然我知道我刚才这个枪啊学的不是太像，那个枪应该很厉害，我再学给你们看看。小男孩被送到医院里得救了，他的双腿上全部都是伤，就是那个鳄鱼咬的留下来的，而小男孩的双臂上也布满了伤痕。那父亲那是没有办法死拉住小男孩胳膊的时候，手指甲镶嵌在孩子的肉里边的。当当地的报社记者采访小男孩，问小男孩，你能不能展示一下你的伤疤，小男孩抬起了双腿，然后这个小男孩非常自豪地说，你们也看看我的手臂，我手臂上也有很多的伤疤，那是我爸爸不肯让我被鳄鱼吃掉留下的。小男孩的自豪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，人们突然懂得伤疤不完全都是留给人们痛苦的，有时候伤疤会带给人的自豪和感动啊。师父说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，师父在弘法度人的时候，我也像这个父亲一样死死地咬住拉住你们，不让你们被业障所侵，被恶习所害。有时为了救你们，师父的言语重一点，就犹如小孩手臂上的伤疤一样。救人会有些痛苦，但师父相信你们都是一个好孩子，会理解师父这番苦心的。